最近全网都是这个椰子粉糯叽叽，我的也到了啊！今天冻上，我们脱个膜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能不能成功呀？哇，好难的样子。哇，哇，脱好了。果然好吃，浓浓的椰子味儿，这个的做法和那个新制的糯叽叽的做法一模一样。我本来录了教程的，不是说跑哪儿去了。